像恋人会走过的纪念这样，我们不是每天都爱得夸张，就像失去最爱的玩具一样，我们迟早都会离开对方，就像当年走过的一圈圈操场。想想未来我们住在一个楼房，就像腾云驾雾般的诉说情伤。喝下这杯，你愿意为我疗伤，就像人们唱的有一地久天长，幻想老了以后还会有两票。无法压制行为，我会撑起肩膀，可以当你不坚强。小兔小兔播放新闻联播，这是你想要的，不许回头，哪怕遍体鳞伤的过。各位观众，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习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栗战书主持。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5次委员长会议，栗战书主持。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栗战书主持。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0次会议开幕，汪洋出席。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两会新举措增强世界发展信心。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58万。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6分钟，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好了，我们外面去看一下。OK。哟呵，雷锋下来。哇，这个是三牙开泰啊，苏州的一个车友啊。昨天我跟他两个人露营在这里啊。嫂子早，早老哥，哎呀呀呀，哎呀，你好，今天你们目的地在哪里嘛？今天我们目的地啊，基本上还是在这个珠江街，对啊，就沿着这个海。你要去加水吗？我不要加水。不要加水吧？然后我跟一个朋友联系了，他就在珠江街，可以去加点水。不要加水。你不要加水是吧？在这里有那个小乌石塘，我还没去呢。对，你可以等一下，其实电动车去过一圈。乌石塘那边啊，还有那边有几个好的那个酒店啊，什么民宿啊什么的，对我还去看一下。对，这里环境还是可以的。对，这里很好。那我今天要走了，我一会儿要去换煤气弄东西。好，晚上我们再联系，再录影呗。好。好吧，你们的加连服看上我们了啊！你看，看上他了啊！看上也没有用，被噎了。对，哎呀，好了，给大家看一下，环境还是非常好，只可惜这里离稽查近啊，不能给大家飞无人机了。不能飞无人机，我昨天也试了一下，不能飞。飞不了啊！那边去看了吗？去了啊！我在那里坐了一下。啊，坐了一下。好了，我一会儿就要出发了，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两辆依维柯都是兄弟啊，对，这也是兄弟啊，我们也是兄弟。对，你看狗有伴了，你看，嗯，好了，走了，拜拜，下次偶遇啊，再见。继续行驶2.3公里，请注意急转弯。好了，我们告别了，泰哥啊，现在。今天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加煤气啊，然后我去那边收快递啊，因为我这两天还有几个快递啊，然后跟医生约好明天去看牙齿啊，然后
啊，然后还要去，今天还要去定海，去一个车友，啊，他有一台车买了有一年多了，但是没怎么开，因为他平时没时间出去玩，买了有点后悔了，啊，所以去看一下，啊，他说想换一台 B 型车，所以很多车友啊，买了车后悔，有很多很多原因，啊，有的人。没体验过，没感受过，凭自己想象，哎，觉得这个车应该可以。但是在用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其实房车玩法不一样，所以豪哥一直在视频上强调，买房车一定要有试驾，或者一定要有体验。你没体验，真的，豪哥一直也说了 ，C 型房车更适合，长途旅行，更适合一家人出去旅行。但是像刚才那个我说的那个朋友啊，他是平时也工作挺忙的。也就也没这么长时间出去玩，那对他来说 C 型房车就有点大了，所以他有点想换 B 型车了啊。到底什么情况，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了，一会跟我朱家街的，这里是朱家街啊，跟我朱家街的朋友，他以前也是玩房车的，一开始买了一辆拖挂，哎呀，拖挂没玩多久，觉得不方便，把拖挂卖了，后来又买了一辆 C 型房车，那他平时要工作嘛。又啊，这是我说的另外一个朋友啊，他平时要工作 ，C 型房车又嫌太大了啊，所以说 C 型房车也卖了啊。最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一会儿跟他去聊聊。好了，这里环境还是特别好啊，环境特别好。请注意急转弯。一会儿到他那里去加水，跟他聊聊，走起。朋友这里了，去加点水。哎呀，他在这里开了一个民宿啊，这里开了一个民宿。哎，人呢？叫民宿莲香金蛇。小玉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我说。后来你那车房子又买了没有？房车最近没玩，没玩是吧？处理掉没玩。啊，这刚才我在路上来的时候就说的就是这个老兄啊，一开始玩拖挂，后来拖挂玩的不好，卖了。后来又买了个 C 型是吧 ？C 型啊，也卖了。啊，也处理掉了。也处理掉了。啊，多少钱卖掉好的？20多一点嘛。20多一点。啊，也还行吧。啊，哎，所以那个他还年轻，不过才今年多少？30几啊？35了。35了，年轻了啊啊！好几年了。这是他的民宿，我们参观一下。啊，怎么样？最近疫情原因对你们有影响？啊，肯定有影响。有影响啊。有影响啊。装修的很有那个味道啊，古色古香，那么爱泰。哎，这个不错哎。这船木。老船木啊。算完美。那你那个现在疫情影响对你们之前影响有差多少了？那最起码90%多。90%多啊？因为一托普陀山嘛。哦，游客没有了嘛？游客很少。啊，游客没有了，就基本上就没有生意了。五月一好一点，没多少。啊？没多少游客现在。现在没有多少游客啊！哎呀。但是不影响，反正我两份工。啊，对，他是有工作的。啊，这个环境还是可以，大家看一下，我们没有想好。啊，不喝了，不喝了，我加点水。我给他拍个小视频，分享一下。好的。哎，这个小音箱啊，投影，对，不错。啊，那你这住就住在这里了？有时候住这里，有时候住东港。哦，住在自己家里。嗯，好嘞，我们加点水。好了，把水加满。啊，水加满了就可以出发。哎呦，这水浪费太多了，里面。